青金石乡纳罗青年举办3对3篮球赛已经进入第八届。从2014年开始，他们结合各乡泰雅族人仿 NBA 国际赛制，成立了大霸篮球联盟。联盟已经进入第三季比赛，共有12支队伍竞逐。纳青有30位队员，成员从国小到社会青年都有。我们来到纳罗拍摄时适逢联盟休兵，不过在正式赛制休息期间，纳青还不断往外寻求友谊赛。这支队伍的重要灵魂人物，也是大霸篮球联盟的重要推手沃杜巴上，谈起队员表现可是竖起大拇指称赞。真的是我们的，不要看年纪小，他真的是我们的斗魂啊。他可能9点要打，他竟然就在那边4、5点就在那边热身。我说你不要热身去睡觉，我们是在工作。他竟然就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就把这个附近的小孩子吵起来。然后你看他才6年级哦，竟然敢跟大人打，这就是打雁的个性啊。从3对3斗牛赛到大霸篮球联盟赛，热爱篮球的纳罗人动起来了。热天雨天似乎都挡不住纳青对篮球的酷爱，长期下来在生活上因此远离不良嗜好，在球场上也增进彼此间的情感。从这个PU 变成柏油，又变成石头，又变成PU， 这是最新的，本来是石头的，对，本来是石头的，对啊，石头的也可以打，对啊。那你们这样从小以前在这里打球很辛苦吗？不会啊，就是就快乐啊。啊，就觉得就打球就很快乐、啊。所以有没有特别想要有一个球馆？当然希望啊，对对对。因为目前好像我们坚持下好像好像都没有嘛，还没有。对啊，就是就算其他人类有那种铁皮的也可以啦，就是可以遮雨然后遮太阳的话。所以从小在这里打球，你觉得给你的这个经验或感受是什么？就是部落青年，就是培养正当的休闲活动啊，然后大家能聚在一起啊。热爱篮球的沃杜在补教界20几年，常年奔波往返台南和新竹山区。他清楚看到部落在环境和各样资源上远远不如都会的丰沛。回到山上，他常被部落孩子们在篮筐下的自信、拼劲与想要赢球的态度受到感动，促使他想弥补部落先天环境的缺失，而有了为部落孩子新建一座风雨球场的梦想，让热爱篮球的孩子能尽情无忧地打球。我是看到部落孩子的一个渴望，想要有这一个简简单单的风雨球场。因为今天我们只是热身赛，如果你真的进到我们的正式的比赛，甚至都进到我们的季后赛，你会被那一群孩子感动。原住民孩子讲坦白了，出去那个自信心比较不足，可是你在球场上看到他那种平静，他那一种成就感，我能赢，我可以，我一定可以的那一种渴望，是感动了我。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孩子，不是我们这纳罗，我现在目前大概应该有10几支的球队要加入，表示10几个部落进来了。那如果风雨球场弄起来，可能有20个部落、30个部落、40个部落的球队进来，啊，那个影响层面对我们的原住民整个族群的影响层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对，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一点，孩子的需要。大霸联盟每季花4个月的例行赛，1个月的季后赛，沃杜带动家人、部落族人一起推动篮球运动。未来风雨球场的预定地也是盖在沃杜与邻人捐出来的土地上，家人土地都给了篮球，这样的投入让孩子看到了部落的改变。然后我就会看到爸爸这样子去推这个运动，看似很单纯，哦，只是大家打打篮球，但我觉得影响整个部落真的影响很大。因为像爸爸的朋友都会上来找爸爸，以前的部落跟现在的部落，我觉得10年来也变很大。以前是没有看到一些人在这边打球，还好就不多，然后就会看到一些青少年就骑着摩托车，
在那边绕来绕去，整天无所事事，因为他们也没有课嘛，整天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抽烟去唱卡拉 OK 这样子。那现在就不会，我们只要一回来，每一周六日绝对待一整天球场，从早上打到太阳下山，晚上半夜都在打。球场工程已经进入第三期整地阶段，波多依自己能力预计十年内新建完成。女儿为了帮爸爸尽早完成心愿，一度风靡彩券，佛度也努力找各方资源，希望能集结愿意帮一时而非帮一辈子部落的有心人士，一起为部落加油。今年四月，第三季大坝篮球联盟例行赛已经开打，那青以第二季冠军队伍之姿，正迈向二连霸的梦想努力。金石乡有一个天主教国际身心障碍友爱团，从2001年成立到现在，不分宗派，鼓励病残者互相拜访扶持，彼此关怀，建立友谊。创会会长是纳罗的雅务。我来到这边已经有15年，就是看到每一个人，就是真的，就已经我们真的是要面临生死的。今天看得到的，不见得下次看得到。友爱团十几年来以不同形态聚会，这次适逢基督教耶稣受难节期，同为身心障碍的团员们借耶稣受苦，彼此诉说自身的苦难。被封为终身会长的雅务，其实有好几度，他表示想要放弃这个重责大任，但同为身障者，团员们的感受他能深切体会。每一次的聚会就好像是跟生命交战一样，姚说就算时间倒转，恐怕他也没有机会说不了。办了太多年会累，可是有一个地方就是当我结束的时候，每一个活动之后，人家的那种很满足跟期待，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就停不下来，因为他们都是生病跟病重，我真的很生病，可是我又很想走出来晃或是什么的时候，他那个阶段是要很努力的，可是你们这个是你们无法想象的，正常人是无法想象的。雅务本着信仰的善与爱，十几年来也提供自宅成为部落小孩聚集学习的场所。从民国1997年开始，以部落教师为名，结合交通大学山地服务社学生来陪伴孩子学习。每周日下午，交大山服社以学校不会教的内容为主，带领小朋友学习。今天上了自然科学的毛细现象，有趣的实验让小朋友是上的尖叫声连连。就像我们下雨天的时候啊，我们裤子是不是这边会湿？那可是我们明明这边都没有弄到水，可是为什么这边会湿呢？就是因为这边是湿了裤子，然后就往上，就是往干的地方跑，所以整条裤子都湿了。好，哎，讲那么多，我们来赶快看一下毛细现象是什么，好不好？好。交大生对课程设计不马虎，每次是先有两位同学设计排练。这群不畏路远的大学生，看到小朋友开心，也视为自己服务的成果。小朋友的年纪还比较低嘛，就是要用虽然是自然科学的东西，可是要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去介绍给他们看。然后呢，就是过程中还要与小朋友互动，他们才会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然后呢，还有要带一些有趣的科学实验，他们才不会，如果你一直讲道理的话，他们就不会对那个有兴趣。就是他们玩得开心，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神有许愿吗？来许一个，我没愿望啊！没有愿望，你的愿望不就是生日说要吃这个吗？对呀、啊，愿望。那这是什么？心肺链条。心肺链条。嗯，好吃吗？那吃心肺链条会怎么样？变得有礼貌。对，老派。还有谁？变聪明。还有呢？变幸福。这些小朋友。
我们就是没有我们，他们也可以玩得很开心。但是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就是接近他们，跟他们变熟之后，就是他们就是才会有那种归属感吧。就是就我觉得我来这边这么久之后，就慢慢有一种归属感，就觉得来这边就台湾感觉就像是我另外一个家。山辐射例行在周四晚间为学生做课业辅导，小琪就是一路由山辐射客服陪读，顺利考上新竹女中。因自觉程度仍不及其他同学，现在还是利用假日请山辐射的哥哥姐姐做个别指导。还蛮谢谢他们愿意上来山上教我们啊，就是其实浪费他们的油钱，然后上来山上教我们这样，就很有心这样。你觉得这个部落真的需要这些哥哥姐姐上来教吗？需要吧，因为我们还是很多东西都不够啊。从小学的东西就不够，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也是跟交大的孩子们的爸爸妈妈有一些联系，有几个不是全部，就是比较那个，他到后来他会跟你说，哎，谢谢你让我的孩子变得很有独立性。为什么？因为他来到这里，你就已经抛开你所有的，就是可能你是大学生或是什么的身份的，你来到这边，你就是要来帮我扫地、洗碗、照顾孩子、整理环境，然后做山上的事情，这样就是来体验部落。可是这个之间里面，可能他们会觉得很累。到了四年以后回去以后，或许这个是他们最好的一个生活体验。姚吾说，山辐射与部落教师的合作能持续到第八年是奇迹，因为部落教师从来不是为了什么现实利益而做的。如果以效益衡量，大学生早已经打退堂鼓。但是在部落教室，他们学习到独立与服务，并与族人建立情谊。这个已超出效益分析所得的无形价值，也只有在单纯的部落教室才能计算出来。沙滩车自由穿梭在部落，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友爱团副会长不顺的路线，继续发掘纳鲁的故事。不顺在16岁时，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双腿。这是他在海拔600公尺的香草原，他还有引以为傲、位在1200公尺上更大更美的香草原，只是拍摄着天，路不通，我们无法上山。不顺在田园利落的动作，是累积了20几年的种植经验。刚开始只是单纯想为妻子亲手制作精油精露，不料意外传开，屡获好评。之后开始接获订单，展开他以香草为生的日子。不顺告诉我们，纳罗真是适宜种植香草的地方，就像现在盛开的金盏花，随便种在纳罗的沙地上也会遍地开花。他也希望纳罗能成为香草王国，为部落带来经济效益。因为我们部落还有一个协会，就是纳罗湾休闲农业。这个协会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纳罗部落变成为香草王国了啊！但是我们弄的都是要我们部落受惠了。那比如说我们的马路啊、巷子啊、房子的周边啊，都要用香草来美化，但是那个都要自己种了，都要部落自己要起了来种、啊、到时候人潮来，那当然也相对的对我们部落的
经济也会比较好。天生乐观的卜顺，以自己现在有一只，有妻子，有孙子，还能开着他的车在部落自由行动而感到知足。卜顺常把上帝的恩典挂在嘴上，他身为友爱团的副会长，希望能帮助跟他一样的身障者不受身体困顿，创造自己的幸福人生。我们现在应该是已经做15个年头了，真的不错了。那有一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啊，他只关在他自己的范围内，后来现在很多都走出来了，有的以前有自闭的，现在都在外面工作了。我说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了，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也克服会很辛苦了，会常常。那现在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完全释放出来。神脚断了，所以我想说晚上哦会变成小矮人。所以我跪着，我的孙子都会跟着我跪着。我去教会也都跪着，去教会也是脚发炎了。我们教会的那个孙子小孩子都跟着我排队，那老人家会骂他，他说你怎么洗了？我说没关系，小孩子看到他就是会洗。我说那没有关系。不顺笑着说自己会变小矮人，而他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他那巨人般超越苦难的精神。失去双腿的痛早已过去，现在的他也可以将小孩大人的嘲讽化为幽默。离开农园，望着自由驰骋的沙滩车，我想卜顺为纳鲁的故事又添了一桩奇迹。纳鲁欢喜没有爱，新年看亚的景色美，飞越千百里来相会，脸上满高的咖啡香，眼角一口口暖我心，有情人终成眷属，能有情。曾有人第一次造访纳罗，觉得从部落教室看过去的这两座山像是一对粉红色的兔子。姚武在家门前每天望着这两座山，后来将它命名为情人山。姚武进一步研发让人吃了会想谈恋爱的心扉恋角，和喝了会马上告白的马告咖啡。对着情人山一边吃恋角一边喝咖啡，并诚心发愿，姚武说很快你就会求到爱哦。夫妻当然也可以吃啊，更浓烈啊，对不对？浓烈攻陷女心。对啊，直接啊。其实心扉恋角是不同形式的爱。那你要对着情人山看你要求的是什么样的爱。看到的每一个人就一直叫他们，一直叫每一个人吃这个啦。对啊。对，其实你想要推的就是那种每个人需要被爱。对。每个人也需要去爱你身边的人。对。也符合我们友爱团的精神，就是请你伸出友谊的双手，实践爱的真谛。就在情人山下，真有座情人桥。这座桥曾发生一段真实的爱情故事，在部落传为佳话。姚武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朋友都能把纳罗情人山下的爱带走。它虽足不出户，但所散发爱的能量可说遍及各地。街道狭窄陡坡，徒步走进巷弄里，意外发现犹如隐士的方济幼稚园。墙上华丽的图画令人看得目不暇接，但听过在这里默默服务近50个年头的修女赵秀荣，更是让人赞叹不已。因为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他一个人自己打造的，
因为神父是一直在换，他一直留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从只有教堂开始，到幼稚园改，到活动中心整个这样盖起来，到教会的整个维护环境啊特别干净，这个都是他一个人，他很坚持，而且一直持守在这个地方。从开始我没有去牧馆，以前的是没有人知道在我在这边，都是从国外我家人啊还是亲戚朋友去来的钱。现在是台湾的也不少帮我了，我三十年在这边没有人知道。那三十年你们用什么来用什么钱？没有人知道。我刚刚说的从国外。从国外，我家里的人也不少，知道的亲戚朋友有。后来是，三十年以后，他们发现了我在这边，他们有帮忙。在纳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称“木木”或“雅雅”的修女赵秀荣，只要谈起木木，醉的醒的都会震惊起来。我小时候跌倒，我就找木木帮我擦药，剩下的就好 OK 了。母母帮我擦药呢，这肩膀全部都是那个呢，就是，哎，你知道吗？都是伤。所以你们这边，你小的时候，你一有问题，一有受伤，第一个想到的。我当然先找母母先，因为这边没有医疗啊，因为他那边才有药。他对孩子啊，尤其是孩子跟青年会，他补助很多人。小孩子如果说。像他这个搓手，如果你有四个、五个以上在那边读，可能你只缴一个人，缴一个人的费用，缴一个人的费用以后，那四个就免掉。他就是因为是这样帮忙我们，而且也得到了他很多，就是帮助别人，帮助。有的是说你父亲死了，他就帮助这个小孩子。心里想，哎，这个孩子今天还不错。他才真的是接受啊！我说的话，因为平常很比，我讲完了，他说：“你讲完了吗？你要读书，你去读书，不要叫我去读书。你出名了，你要去读书，你自己去读，不要叫我去读书。那怎么办？怎么办？继续鼓励啊！我带小朋友，我刚才说的不是为了随便带哈、啊，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未来。要我刚才也说了，信仰，我尽量那个小朋友有信仰，因为有信仰你就好的教育啊。那后来三个地方很重要，一个是为了他自己，一个他一个未来，这个是我真的在我的心中啊，一个未来。后来为了家庭，因为家庭里有需要有好的孩子，为了社会，特别是这个时候。在金石乡，赵木木堪称是幼儿教育的启蒙者，更是全人关怀的工作者，对青少年不遗余力，尽其所能关怀。我们的青少年呢，也是爱出去，爱出去的时候哈，免不了有一些学的不大好，啊，后来跟人平地有，后来我很烦了，我知道怎么办呢？把我们的已经杀了两个，才卡拉 OK。死掉了两个，他们大家喝酒，大家。后来我想开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中心，为了给他们那个漆黑这边的，不要给他们去外面。啊，也失去了这个活动中心这个了。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呢都不来这边呢？来的来，可是八点左右，现在他们去别的地方，后来这边，家长里也不知道，那我也不放心。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某某你不知道，因为某某人呐、啊、哈，他放了一个卡拉 OK， 我们的青年都去那边卡拉 OK， 后来来这边。后来小小的，我找那个酒店的人给我按那个卡拉 OK， 故意的，他们不知道。后来我们都在这边呢，办活动的时候，他们在地下哈、啊。后来我故意的关掉，一下子关掉这个，开那个卡拉 OK， 哦，他们很高兴，从那个时候变成正常来。”默默告诉我们，他在这里的故事讲不完，有亲生的、妇女的、老人的问题都会来找默默解决。可是没有人知道，连默默也不曾数过他做了多少善事。那从我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按月，
就是每个月2000块，就是因为那当时我还大学生，就2000块一个的学费，学了大概一两年的钢琴。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服侍教会的这个弥撒的那个司琴的工作，从差不多19岁到现在40岁，没有停过哦，20几年。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他应该他把我看像小孩一样，就是他扶植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其实他家里是没有钱可以去学钢琴，那他就从这个部分来帮忙。对，但我据我了解是，其实他都会偷偷的会去帮那个，他不会张扬，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谁被帮。不放弃，不能放弃，还是继续，没有办法辅导他。老的时候我会讲嘛，哈，我还继续讲。可是他不听也没办法。可是他们很可爱，他们一走的时候，特别来找我，默默对不起，会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开心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成功，走好路，我很满足，不觉得累了。这里的人，这里的一切，一直不断随着时代在改变。似乎唯一没变的是对信仰与教育从一而终的木木，直到现在，木木一直找寻他心中50年前纳罗人当时的淳朴与谦和。正是这样的执着，他用一生的爱与全部的力量，从意大利漂洋过海，继续守护纳罗。那个线在哪？找不到，他找不到的就是。纳罗以前是一个湖，就是没有人住在这边。就后来呢，就是有一个强烈台风，好像是在28年的时候，后来把那个这个山谷那些石头啦、木头啦，可能烂掉了，就冲垮了。冲垮了以后，那个水就流出去了。流出去以后，这个纳罗就变成一个平原了。被群山环绕的纳罗本来是一面湖，水流出去后，河床留下不少可以砌成房子的石头。45年前，当时有6户人家就地取材盖成石屋，现在成为当地的建筑特色。这个石头不是普通的，是那个好好的，你看看，不是普通的，这个是。石头啊，一块一块带回来的师傅，去那后边那边挖，一个一个上来做这个，我们做2年。他说以前有弄牛了，把就是吊上来这样子，就一个一个在那边抹给，然后这样弄了2年才做好的。纳罗生产竹子，传统上族人的住屋大都以竹子建造。但雅蒂说，石屋住起来夏天很凉，冬天盖上厚厚漂亮的棉被就很舒服。但是这舒服的房子，当时可花掉雅蒂的钱财半毛都不剩了。很辛苦，以前没有钱，我的财产都是卖掉了。当15、16年级付完。雅蒂害羞又好客。经营民宿最希望就是把这一生的结晶石屋可以与人分享。现在高龄80多，为了给自己更多活动筋骨的机会，连隔壁邻居的土地不忍看着荒废，也给他种起菜来了。这个是人家的地，你他们的啊，你种的哦，你种菜哦，你有跟人家讲吗？他说可以借，可以借。那你会不会给他吃你的菜？不要给他。人家他喜欢可以拿。你怎么这样？
都喜欢归呢。原来你偷偷，也是在济南。原来你偷偷种哦。除了石屋为地方特色，纳鲁的景点在今年部落生力军加入之后，正式进入全面性的规划。沿着竹六十乡道，一进到部落，首先看到的景观是青蛙石，再往前看到煤矿园区、文学林步道，这些将会陆续呈现不同的风貌。一定要用我们的年轻人啊，年轻人啊，像网络啊，这个都一定要，像我们老人家，我们都根本就网络我们都不懂啊，现在这个行销都是要在网络上，但是我们年轻人有慢慢回来了，像去年的话已经来了20几个大学毕业的，也在我们协会里面工作。在草丛上空停停飞飞，忽远忽近的来来去去，它反常的飞行状态，一种像是停住的盘旋机制，是否意味着等待我去追寻呢？作家陈明盘曾经写过相当多有关纳鲁的作品，也致力把文学种在坚实纳鲁的土地上。他曾经集结不少艺文知名人士，为纳罗写下篇篇文采，走在纳罗文学林步道，都可以一一欣赏阅读。是见证昔日繁华的复兴煤矿园区，因地处客家汉族原住民的区域，当年矿工一职成了各方争取成为家庭生财的重要工作。民国73年复兴煤矿停产封坑之后，这里也随之没落。因为这个矿坑荒废了快30年，但是30年的话，我们差不多是30出头。他在做的时候，我们才刚出生，但是老一辈的是讲说，做的时候有没有这边很热闹，就有像那个就是有什么转球场啊，就有什么有没有，就不比那个新竹市区啊，就不比他们差，就是因为这边人又多，工作人又多，然后钱赚的又多。当年风华年代的样貌，现在只剩孤零零的几栋房屋和永不见天日的坑道。族人计划以露营和文化活动来恢复这里的荣景，并尝试安全性的开放矿坑来吸引游客。给它开掉，都给它不要封了，都给它开，就给开断一段，可能几公尺啊，就像那个九份还是那个那边的煤矿啊，就可以给他们游客直接进去看煤矿，那感觉就更不一样。纳罗前端有知名景点内湾，后端是原乡颇负盛名的司马库斯，少有游客是以纳罗作为观光的目的地。纳罗如何留住吸引观光客，正激荡这批观光产业生力军的潜力。不过在这里若只靠观光，生活恐怕还是会陷入困顿。纳罗族人珍视土地，近几年种植的蔬菜畅销南北各地，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纳罗蔬果有别于一般市场机制的销售方式。哎呦，我们的高山蔬菜啊，这个又脆又软又甜啊，非常的好吃哦。这山上的绝对是没有农药残留啊，这一定是有机的哈，真的好吃好吃。好，大家来买啊，买买买买买，来来来来，1颗50块，来。这个菜啊，5点就开始浇水了，拔草了，抓虫啊，都是他在弄，很厉害哦，就是身体很健康啊。纳罗聚落位处山谷盆地之中，得天独厚的拥有平坦的耕地，这里的气候也是务农的先天优势。我们这边的虫为什么比较少？我们这个日夜温差很高啊，白天很热，晚上很冷啊。所以虫比较少。谢理事长退休后就回乡全心种植蔬果，销售方式有的自己卖，有的以最薄利卖给中盘商，而最多就是送到纳罗蔬果补给站销售。纳罗蔬果补给站除了收购当地农产品，还扩大收购其他原乡的蔬果，由补给站统一配送到南北各地配销站。补给站的阿金总管种植、收成、包装，每个月把3000多份的订单运送完成，
订户多为口耳相传，善意推广来的。客户不时还会亲自来菜园一探究竟，以证明蔬菜的品质。这一天，台北来的李太太家族就是号召了100多位亲友一起订购，所以想亲临农园来看看。我去买菜，有冻的我 OK， 但是没有冻的我反而要问，对对对对，从哪里来？不过这边的萝卜真的很甜，很好吃。哦，那个萝卜蛮好吃的。那个是这边还没有种，我们种的萝卜是要比较深山一点，那个上面种。以前都不吃这个的。对呀、啊。养鸭、养猪、养那些，要不然拿着。像那个地瓜叶不是？像我们等一下去砍来。那个地瓜叶不是都以前喂猪的嘛？现在不是那个固喂，养生对呀、啊。特地从都会上山一趟，订户说是来看心安的。不过看他们一趟下来，这可是有看有玩又有得拿。传统上部落是少有女性在管理土地的，刚开始阿金承受不少来自部落族人异样的眼光。他说父亲生前虽然常对他说回来种菜呀，他总是回答怎么可能啦。如今展馆补给站的运作，他说没想到真是被父亲料中了。没有浪费土地是最重要的。我爸，我会想说，我爸爸一定在开心的笑。我没有浪费他的土地，你知道吗？我一个高丽菜，我可以做3种菜肴呢。对呀、啊。就是菜那个在比较最中间的话，就是稍微可以清汤，可以拿来吃嘛。然后就炒，里面的话就给他做煮汤。煮汤。哦，那好吃，那很甜。几年前，阿 Kim 回乡专心做土地上的工作。刚开始他总是学不来父亲那种怎么种怎么甜的技术，加上看天吃饭的农业，台风一来横扫菜园，吹得一把菜都不留。但是阿 Kim 现在可以笑笑地告诉我们，遇到困难当然会难过，因为自己不是神，没有失败哪来的成功。就是这份坚持，阿 Kim 在菜园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就感。就是我种了菜有人收购，然后吃了，很他会在有那人说声音说，你种的菜好好吃哦，那个声音我就觉得特好，不管那个钱有没有赚到，他只要想到说，哦，你种的菜好吃。厨房的绝活也是被大家所公认的，他常常负责烹煮数十人的菜肴，还被大家称为公主。能料理自家种的菜给大家吃，也是阿 Kim 公主乐意做的事。蔬果补给站目前已有3000多位订户，每个月配送一次300元，价格不受市场波动，让农民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为了达到收支平衡，补给站要朝6000个订户努力。就是那个结菜站，就是说一个站里面有6个的话，我们就会去送这样。哦，有6个就会去送。对对对。可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从台北到内湖就一个而已。我们那时候当时我就跟嫂子，你要不要送？真的。对。而且没有电梯的，走到6楼。驰骋在田间，这台被封为菜园第十几的运输车，绰号海公公的司机，已经有30几年的驾驶经验。回乡后仍靠老本行继续服务，现在负责将蔬果运送至全国各地配销站。为外面的来买我们的菜有没有？都转好几手啊，都剥削掉了。因为我们是直接送，还有一点利润。我们都愿意，再辛苦我们都愿意做了。每到配送时间，补给站总是灯火通明，人称半夜不睡觉的纳罗人全都在这儿。这里有个保鲜的冷藏柜，购置冷藏柜的部分资金是由爱心订户捐助的，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冷冻运输车，所以每份包装都需小心翼翼，确保送到客户手上是新鲜漂亮的。第一个就是看它的色泽，如果是有吹干的话，就绝对不能放。
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反正就是他外观上有问题，我们就把它取掉。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保鲜度。像这个是宅送的，宅配送的哈，很快，今天送去，第二天很快就有问题，第二天就会有打电话来。也再不高兴就会直接来这边，顺便来玩。顺便来玩，先来骂一下。来骂一下，骂完就顺便来这边玩。一箱一箱将包装好的蔬菜送上车，这天因碰到周日，来包装的人少了些，因此拖延了原定出发时间。驾驶海公公想，为了不让顾客等，这趟就直达南部，中间不休息了。没错，来到第一站，看到的正是纳罗青年篮球队的灵魂人物傅豆老师。他在台南的家是配乡站之一，而整个蔬果补给站的构想就是从某杜老师孕育而生的。过去了，就是蔬果补给站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大概就是以一般的我们所谓的那种销售方式，但是那种销售方式对于实质上对我们族人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帮忙。那也是一个很奥妙的因缘，让我们在各地连接了很多的配销站。当然最起初的是在我们台南我的学生家长，然后我所认识的学校老师的方式来销售。补给站还没有成立之前，我杜老师好几次自掏腰包买下部落耆老卖不出去的蔬菜，然后到处分送。几次之后被亲友知道，才渐渐展开了纳罗补给站目前的规模。感觉上那个菜，那个吃起来的感觉口感不错啦。然后最主要是，也是你因为菜大家如果有在煮的话，本来就是都会去买嘛，对不对？一个站要有十份，他才会送啊。所以我们就里面的小姐加一加，如果够十份的话，就一起订这样子啊。后来是他比较极力推荐到关庙那边去，又拉了十几份。我们有那个朋友，他跟我讲说啊，有山上部落的小朋友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拿了300块，然后就一份爱心菜。虽然菜不是重点，但是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个小朋友，那个是重点。然后他就想说，可以哦。然后客人就这样子拉拉拉拉，然后就十几份的啦，也很快啊。这些蔬菜你会用在你做早餐的这些？没有，我们都是自己吃。都自己吃。那你有没有觉得口感上的？比较甜啊。他们的东西还蛮新鲜的啦。运输车是一袋一袋卸下蔬菜，又一袋一袋将订户集结的物资运到山上。运输车每到配销站，会不时接获各种蔬刊、衣物、货米等物资，运回山上免费分送。本来原本是一个很单纯的配销点、配销站，就是跟一般的企业，就是那种所谓的配销点、配销站，但是很自然形成了自然性的善的不断循环，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变成爱心站。蔬果补给站各行各业的订户都有，博度同为补教界的同仁，当然也非常支持，有不少订户。就是帮菜农去卖这些爱心菜的事，那我后来就跟他了解，觉得这蛮有意义的。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当然我要来共襄盛举，所以呢我就跟老师啊、亲戚啊、朋友一起呢，就是来买这个爱心菜，所以才会有机会，就是也成立了爱心站这样子。罗豆常忧心部落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希望这是大家种大家赚，能改变生活环境的事业，靠蔬果活化部落经济，以达充实孩子教育的目的。这基于善的初衷，不断扩大循环，甚至有企业老板以电信软体呼朋引伴订购，并拉拢自家员工加入。有几个，那我先垫，对不对？钱我第一次已经汇给，就汇出去了。然后呢，每个月扣你薪水300块，这个，他们也高兴，我也高兴啊。那因为这种一点点小小的哈，累积起来，那这个力量才惊人。也喜欢篮球的方炳仁先生听闻纳罗需要一座风雨球场，也表达愿意支持这个计划，还希望有一天能促成纳罗篮球嘉年华。
原住民的年轻人，既然他们的运动能量比平地人好，啊、为什么不给他们机会？哦，给他们的机会是去训练啊，让他们有一个比赛，有一个场地，有个舞台，那更发扬光大我们台湾的那个篮球运动，不是很好吗？对不对？那个纳罗篮球嘉年华，哎，我取了个名字，不然大家喜欢了，希望能够做起来这样子。纳罗真是有好多故事的地方，不论是硕果补给站或化部落经济的希望，新建篮球风雨球场的梦想，国际友爱团与生命交战的血泪，部落教士远汉不计效益的合作，发展部落香草王国的故事，和赵嬷嬷漂洋过海的一生都还没有结束。这些在情人山下所发生的 love story 将继续顺着人性的善与爱，持续写下纳罗耐人寻味的篇章。你跟着我们的脚步看完了纳罗的故事，纳罗不远就在新竹尖石乡山区，纳罗不远就在你我愿意付出爱的地方。谢谢，拿个哨子一下，好吧？你是传说中的车神，就是你哦！哎呀，那个是人家要起的外号啊。哇哇哇哇，到差不多民国35年，民国53年。你怎么倒退？我讲错了，我跟着一下。他流行穿越。民国40年。我一定要发。民国44年开始挖到民国35年，你怎么这样？都是分割呢。原来你偷偷吃现金呢？原来你偷偷种哦，你还不给人家吃你的菜？一杯，一杯，一杯。等一下，我是他弟弟的。等一下，到这边，开始。有情人终成眷属，会有好结局。